咁多位老師、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十四號傑出風紀候選人六 B 班嘅張海琪。我由四年級開始就擔任風紀，並係五年級開始擔任風紀隊長。我真係好中意幫助同學，每當同學有困難嘅時候，我會幫忙解決；每當同學有爭執嘅時候，我亦都會幫忙調停，盡我所能協助老師管理同學秩序。我真係好鍾意做風紀，雖然要犧牲自己嘅休息時間去當值，但可以為同學、為老師、為學校服務，我真係好有使命感。希望大家可以為我投出神聖嘅一票，多謝各位。